哦，明天也要两间呢。刚好了。明天又是一年一度了，今天又是一年一度哎。跟他走。
下来就是用名单算法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学他的，来，这两个乘起来等于零，两个乘起来等于零，所以就代表 a 减二等于零，要不然就是什么？四 a 加一等于零，你可以算出 a 跟 a 吗？这个可以算出多少？这个可以算出二，这个可以算出多少？四分之负一，可以吗？请问我算完了没？没。因为 A 是题目吗？是。题目要的是 3x 加 5， 对不对？可以吗？ OK 吗？ Hello， 婉婷嘛哈。婉德吗？听得懂吗？好，到底。因为你眼神没有看着我，我想说你是不会吗？好。通常低头的时候，通常就是不会的时候。来 ，A 等于2。a 等于二，所以 a 等于二，这时候我就可以把 a 变成什么呢？三 x 加五算出来等于多少呢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？a 等于什么？四分之负一，所以这时候我的 a 就可以改成原来的三 x 加五算出来等于四分之什么呢？可以吗？然后我们马上算完。加五移过去，减五，所以三 x 会等于 x 呢？这里呢？三 x 会等于四分之负一减五，糟了，会减吗？会啊。是多少 ？No。哎，对。对不起。你是对，要搞清楚，你知道，要搞清楚，知道。你是对的，那个四分之负一减五，老师都在讲老。减四分之一再减五，就是减了五又四分之一。那五又四分之一就是四分之四五二十加一是四分之二十一，所以是三 x 四分之负二十一。再来嘞。除以三，除以三就是乘以三。那我也可以这么做，因为我看到那个二十一就觉得太好了。约合，我两边可不可以同时除以三？两边同时除以三，这边会变负七，这边是一，所以会变一 x 等于四分之，然后最后再写什么呢？再写答。x 的答案是负一加一跟负一加一，来，所有同学把这一题抄在笔记本上，然后从头到尾自己写，写在笔记本上，从头到尾自己写。俊龙，人呢？你怎么可以边看边写的？我讲我哪有边看边写啊？不是边写边看，乱讲。啊，不然你说的。都一样啊。你只是放着而已。哦，这个习惯了没？打他是应该的。我太久没有教书，还没打下去。我已经不能吃了。我刚才是 K 乘以4。啊。好了，把黑板的这里写在笔记本上，然后自己算一遍。如果不太懂，看一下没关系的，尽量不看了。写题目就好，然后从头到尾自己算一遍。慢慢来，想清楚再写。如果不太清楚，你就看一下黑板，没有关系。
最后要写到答，答要等于多少？没问题的，先习作拿出来写。习作永远摆旁边，但是如果你比较快写完，而且我们校庆之后只剩一个礼拜上课，没关系。他当然说没关系，因为他整个都会。他已经把习作全部写完了，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。但是奇怪嘞，都没有困难的，还是给我搞八十几分，这么小。慢慢来。Okay。这个时候遇到困难了，快问。遇到困难，第一小题，你这样会比较困难，因为好，十六有很多很简单的三种，哎，四十八还不止这样，四十八还有一跟四十八还有二有三有四有还有六。现在就变成了九 a 二次加四 a 等于，哎，我要把第四分解容不容易？容易。九 a 二次加四 a 变成只需要几个空格而已，变成只需要三个空格而已，没有像这边这么多空格，因为它这边还有一个常数项。对，那空格变少，这个空格容易点。
这个空格是 TM， 他们两个都有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都有 A， 那你一旦知道这边填 A 之后，这个空格就没问题了。是，这空格填什么？哎，那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代表我这个可以被因式分解为9 A 加4乘以 A，OK 吗？就跟刚刚的算法一样。算式我们是等于被你改写之后算式当你的，那这里两个相乘，所以才会接下来这里的东西，这一句东西怎么写？分数哦，哈，这些题目都是需要用分数运算。OK， 写的非常好，一个部分，减一过去是加一。OK， 那破九分之四加一怎么加呢？就是那个一，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九分之九呢？然后九分之负四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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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分之这个叫
需要什么帮忙就提供协助。你旁边如果有人比较有需要帮忙的，要主动一点，因为通常不会问，他通常只会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。像现在切五也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在算他的心情，一定就有遇到困难了，再来我问。掉。哦，那今天好像有点。哦，今天也是。好，有点随机，也想要。
八十一十二的事情。完全平方式，他说他是一个完全平方式，就代表他可以写成什么？这个算式最后可以写成什么东西的平方？这样可以吗？它才可以叫做完全平方式，懂吗？听得懂我现在在讲的这句话可以吗？好，可以的话就简单。我要完全平方，就代表等一下我上面放的这些数字，这两个是不是要一模一样？嗯。还有这两个是不是也要一模一样？对啊。才有机会变这个跟这个，这个跟这个变平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来注意看，这一个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再来，请问一下，这一个怎么来的？加起来。这两个加起来变它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两个怎么来的？这两个来啊。哎，啊，这两个不是要一模一样吗？对啊，还是。啊，这两个不是要一样吗？对啊。那这个是多少呢？对啊。所以这里要点多少？加起来才变。一加一不行。应该是要多少？一的一半。一半，一的一半，最简单的写法就是这样。一的一半，我建议你们不要写零点五，用分数思考问题你们会比较厉害。一的一半，二分之一 x 加二分之一 x 就是它。哎，既然这边解决，代表我这边就写多少？这边就写。哎，这边既然写二分之一，那代表它下面这里会是多少？四分之一。那这里是四分之一的话，就代表。哎 ，a 就算出来。笑啦，也就是说我可以写成什么来，请问一下这个空格填什么？ AX 怎样加二分之，来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。哎，你的题目就写 X 二次方加 X 加 A 等于挂号平方，下面的这个东西自己写，好，自己想哦。看懂后之后，平行合围。今天我讲的第三题，学生要先好。好，你只写什么？你先把题目抄好。这一个等于挂号平方，其他的就自己填。我今天讲的东西分数比较多了，所以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。他想要上面来正方形的设计。
给原来正方形色子，原来正方形色子的面积不需要有什么自然的面积。边长，所以边长是重点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有对他做一些处理，对，你把那些处理写成一个等式，因为他说挖掉两块变什么？对，刚才功能写的，一个色子挖掉两块，剩什么？就是刚才跟我们讲，本来是这样，挖掉，这不是挖掉，挖掉两个这个，剩下，他不是有讲剩下什么？82，方程式就出来了，会列，未知数要剩啊。位置是会设什么？都可以。那你想要设在哪里？反正最后我必须要求出这个模式。快大正方形扣掉。
量挖掉两万小时，那是六点八三。也是的。所以，如果要算出原来那个大概多少年前，需要什么？编制对。你有两个假设方式，一个是挖掉那个邀请编程公司，也可以是用大的那一块的编程。如果你这一条是 X， 这块面积就叫 X 平方。另外一个是这个的，我觉得是，另外一个是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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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个的应该有看到有一样的，它在不同的，那我把它放在旁边，我把这个丢过去。